我叫张国军，四岁了，我来自巩义。我特别喜欢唱戏，我觉得唱戏一点都不苦。我开始是不喜欢唱戏，因为周六周日别人都能在外边玩，我只能待在家里学戏。但是，到后来去了那个学校，学校有什么演出都让我去，然后我感觉我是学校一个小明星，所以我就喜欢唱戏。我来比赛的目的就是拿冠军夺第一。我来参加比赛的目的是玩，但是我也想拿第一，因为拿第一可以再多玩一点。我们一定会努力，加油！
两位是同学吗？我们不是一个学校，但是我们在戏曲班的时候是同一个戏曲班。对，但是我们俩是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朋友，同样的戏曲班，但是两个人上学的时候不在同一个学校，对吧？两个人这样搭档唱是第一次吗？还是我们两个搭戏都已经差不多已经会搭个七八场了。啊，七八场，我吓一跳，我以为你们俩搭戏搭了七八年了。啊，七八场了哈。这个你演的是什么角色？来给大伙儿说说。我演的是许仙。许仙啊？他是谁？他演的是谁啊？我演的是白素贞。那你们俩在这个戏里面是什么关系啊？朋友。啊？啊，你要是这么理解也可以。他理解的是朋友哈，男女朋友。男女朋友，可以可以，没有问题。我觉得应该是就是说那种不是很普通的朋友。哦，不是很普通的朋友。不是很普通的朋友啊，你这样理解也可以啊。你们怎么理解都对。你们两个来参加这个我们的相约花戏楼的这个梨园争霸赛，好像目的也不一样是吧？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分别跟大家说说。我的目的是来夺冠军拿第一的。哦，那你的目的呢？一个。我的目的是来玩的。你就是来玩玩是吧？可是我也想拿第一，因为、哦、你也想拿第一，因为拿第一能在这多玩一天。哦，拿第一可以多玩几天。这个组合迟早一天要单飞，我听出来了。我们老师们的意见，对于孩子来说，七八岁的孩子音准各方面没有问题，气息差一点，韵味差一点，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两个今天的表现非常的完美，非常好。好，谢谢周老师。看了以后就觉得戏曲啊神奇，就神奇在这儿，一个八岁的小孩嘛来演这个亲密朋友，你看得很舒服。如果说是个年纪大的呢，五六十岁七八十岁，他演这一段你也看得很舒服，也许你别的什么表现形式可能就不如这样，因为他有唱，他有身段，非常可爱，很喜欢你们。就是后边啊，孩子你少动一点，你别说那个任三印，任三印他在舞台上他都像疯了呀。不能，你的两个眼睛一直的盯着白娘子。哎呦，这个丫头她送给我了，她也不图金不图银，图你个人就够。你都这么好个美娘子送给我了，你都非常感动啊。你的两个眼睛一直盯着她，少动。另外这个白娘子呢，这个贴片子包大头，说两句话这是个功啊，一般的人都受不了。我的好多徒弟都二十多岁了，包上头之后，哎呀，都弯着腰都去吐。你难受不难受？孩子难受，但是七岁了他能包上大头贴着片子能撑到现在，这个功，就你别看这个化妆，这就是一功。哎，孩子真是不错。另外的你特别沉稳，像这个白娘子，像个大青衣，像个闺门旦。不管咱们的表演的还很多，还需要练，但是你的人物的总体把握我感觉是对着的。希望你们下来继续努力，真不错，祝贺。好，谢谢。我们马上开始我们的才艺展示的部分，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我们给大家带来报灯名。好，报灯名。报灯名，来有请。刺答一个，烫个啷当，刺答一个，包向回朝转，命我报花灯。我报的是一团和气灯，和和二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六国风向灯，七彩子木灯，八仙过海灯，九子十层灯，十面埋伏灯，这些个灯，那些个灯，灯罐一是我报的星，往后瞧是又一层。吕布戏貂蝉，大闹风一停。唱个啷当刺答一个，唱个啷当刺答一个，不好了，不妙了，天雷打死个张继宝。谢谢。好，谢谢。特别精彩哈，来张老师。这段是这个京剧《包文图》里头这个一个丑角，就是一个灯官。在皇上来之前啊，赏花灯之前有一段报灯名，就是这个等于是给观众表示了一下这儿有什么灯，这儿有什么灯，数灯的这么一小段。其实他们俩说句实话啊，我觉得
刚看过他们的戏，已经不用才艺了。为什么让他们来才艺？就是觉得可爱，我就想看看他们来什么。嗯、来什么？所以我觉得说什么都没用了。好，来，直接按钮表示。周老师，恭喜你就可以多玩几天了。我叫赵子琪，今年六岁了。我叫何雨贤，今年七岁了。我们都晋级的时候感觉非常感动，我们没想到会晋级。这个戏是新学的，因为我前几天嗓子不好，二十多天不能唱戏，所以特别着急。但是我很有信心，因为我跟赵子琪都特别厉害。我们一定会进入联赛的。对，这俩孩子今天特别的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擂头，在台下都哭得稀里哗啦的。是刚才那个擂头的状况，能跟我们再说一说吗？什么感觉？就是一开始擂头的时候很疼，很疼啊！从来没有擂过是吧？擂过，以前擂过，擂过。今天擂的时候还是很疼。嗯。怎么办呢？嗯，我会坚持的擂下去。你会坚持擂下去。你能告诉我谁帮你勒的吗？那人在不在下面？啊，妈妈帮你勒的，那没办法，那没办法，妈妈下手狠，就没办法了哈。你看到你的搭档勒头的时候哭，你心里面是怎么想的呀？很不舒服。他也很不舒服，这叫同病相怜嘛，对不对哈？看到他痛的时候，仿佛自己的头也被勒了一样的。他那个比赛之前啊，有一段时间好像是嗓子突然一下子说不出来话了，是吧？是。嗯。是感冒还是什么？我前几天就是嗓子不好，就是不舒服，然后20天不能唱戏。而且特别懂事，他特别怕连累自己的搭档，对吧？是这样的吧？是。
今天表现得很好，包括我们这个前面，其实这个跟电视前观众说也不要紧，这个是他们第二次唱，因为第一次唱的时候那个话筒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对啊，我觉得你丝毫没有影响、啊、对，我觉得你已经是一个老演员的处理方式了哈，处理得很好。好，接下来我们听听评委老师怎么点评的好吗？来，小生是几岁了？七岁了。也是七岁啊？七岁啊。这么点小就唱这么好，一招一式做得非常好，特别是最后的唱完了，在那个音乐过门里面还有那么表情，我觉得如果作为我是个作曲家嘛，把这个音乐没有白写，你们把戏做出来了，我给你。好。哎，说实话你们俩特别优秀，但是走到今天这个季赛啊，孩子们有点吃亏，因为这个他们俩其实是五音是全的，但是孩子的气力有限，可能在行动过程中，在做的时候，有的时候时而会有这个音准稍微差一点，但是完全不是技术的问题，是他们太小了。哎呀，反正是，哎呀，我真的是觉得孩子在这里头吃亏，但是我不行，我是不会对孩子下手，没办法。哎呦，天哪，这个话可太狠了。因为接下来三位老师你们谁都有可能对孩子下手。这个张老师是这个意思，咱们下面叫胡老师来，有请。哎呀，孩子，奶奶非常心疼你们，因为奶奶唱戏的时候都12岁了，在那个盔头的时候我们还在后台吐啊，难受的不得了，你们才7岁，唱的也好，表演的非常好。就再给你们提点小小的建议啊，还是我说呢，上一次我们这种水袖啊一定要把它运用好，尽管是水袖抖不上来，千万别成我们自己的负担，这给老师说说，老师将来给你们排戏的时候老师注意点就行了，还是不错的。奶奶给你们。哎呦，谢谢，这奶奶是亲奶奶。嗯，那个我急于抢话筒，因为我特别喜欢你们，我觉得我没有想到的是，其实教孩子不容易，我觉得你们的老师非常不容易，一招一式的在教，而且为了让你们完成这些动作，把这个节奏特别明显的给你们一步一步一步，虽然说作为成人演员看可能有一些呆板，但是我知道你们的老师的用心良苦，两个人的配合特别整齐，而且我比较欣赏你们俩的是，就是还有这个韵味儿，在这个过程当中做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还有非常有那种戏曲的韵味儿，我觉得前途无量，我呢也非常支持你们，给绿灯。好，大家都看到了哈，谁要对孩子下手了哈？这俩孩子啊看上去非常可爱，只是呢妈妈心太狠，累得头真疼。但是这俩孩子表现的确实也不错，还有些份儿，看出老师是下了功夫的。我也很喜欢他们，作为爷爷啊，两个女孩看上去那么让人心爱，但是你们太小了，虽然很不错，但是和前面以及后面的叔叔阿姨们相比呢，我认为你们的路还很远，我倒在想10年20年以后越剧舞台上能看到你们的辉煌和成就，现在给是不是早了点儿？这个凶手呢，上吧。这都是做好人的，但是我做评委的，我必须要考虑到我们整体的水准和他们的未来，我在未来等着你们，我现在不给你们不代表你们不优秀，因为你们的路还很长，抱歉。谢谢。嗯，谢谢。不管你们给红灯还是绿灯，他们依然是谢谢评委老师。对，的了。哦，对，在这个舞台上锻炼了自己，对不对？每一次都有了新的成长。因为我们
能得到评委老师的点评，我们已经还不错的了。是的，非常好了，已经很棒了。但是啊，今天呢，因为我们是竞赛，只有一个季冠军，剩下来的这些虽然说有了红灯，但并不表示你们就要离开这个舞台了。我们还有一个复活的机会，还会再次回到这个舞台上来，好不好？好。好的。两位，场边稍微休息一下，好吗？场边稍微休息一下。这俩孩子以后有前途。我叫王一振，我今年八岁了。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艺术家。我现在一点都不羡慕外边的小朋友，因为我觉得我在底下吃苦，他们在玩。我为我自己骄傲。
尽管今日战比不得往日战，战将威比不得当年一大战为难，吴伯明弓箭手是你管，在此地铁骑成排，兵在前车更是勇战败，今日世道三更天，你加班将为关前战，口口声声啊呀，你就说你是将威将了汉，率领人马来渡关，这是将威的狼牙剑射上的城头将一员，那将威三更后必然我会问，将人马你们扶到城外边，将威若一败开战，只许你败不许你胜，你有战将威向东南，东南有个高岗岩，过去高岗是平川，你听张顾儿咚咚咚上三天，山人民兵到阵前，纵然他扎实也难战，守将威就在凤仪大家好吧，打个招呼。我家住在河南，那呀开呀开，开呀开封县，住呀住城东。啊，住城东。城东三十五里严家村，俺住在西街，在此路西里，自幼俺起名叫个王一真。四岁半学习走到西校里，老师傅起学名叫王一真，老师傅起学名叫王一真。哦，好的，王一真就特别厉害，最多就开始学戏了，最多就开始学戏了。对，那今年几岁了呢？今年八岁了。你告诉大家你是男孩还是女孩？你让大家猜一猜。哎呀，人家别急嘛，我准备让大家猜一猜呢。你是自己立志要学习，还是爸爸妈妈让你去学习？自己立志。这四岁半怎么就立志要去学戏呢？就是我三岁多的时候看李延春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羡慕那些小朋友们，就是唱戏。然后四岁的时候，妈妈就叫我送到淮阳。淮阳。周口。周口，那离你家挺远的。对。啊，没事，你接着说。然后我特别希望妈妈就是暑假来看我一次，或者不接我回去。平时你都不能回家啊？对，全部都在学校里啊。对。你四岁多就已经开始，这么小，住在学校里面，每年妈妈只有到暑假的时候来看你一次。对。那我觉得你学习是不是特别辛苦？一点都不辛苦。一点都不辛苦吗？不想家吗？想。想家啊。你眼泪都已经下来了。你现在已经八岁了，你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了吗？你习惯了吗？习惯了。习惯了。那你想妈妈的时候，在学校里面想妈妈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我都会看着天。看着哪儿？看着天。因为你知道妈妈在另外一个地方，妈妈也在想你，对不对？看着家的方向，对不对？对。他说习惯了，其实怎么可能习惯？如果习惯的话，不可能说到现在还是会泪流满面。今天来参加这个比赛，对他来说也是一个福利。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是来参加比赛，但是参加比赛的这几天，妈妈会陪着他。今天妈妈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我们掌声把妈妈请上来，好吗？您好，您好，您好，老师好。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女儿现在也五岁了，我说如果现在或者四岁多的时候就把她放到一个离我很远很远的地方，我一年只能看她一次两次，怎么可能？我完全受不了啊！你当时是，然后我的朋友还有那个我妈，反正我家人没有人同意，都说我心狠。
其实嘞，我感觉孩子有这方面天赋，我不想把孩子这个天赋给他埋没了，所以说我就下定这个决心，把他送到200公里以外的学校。所以说现在在我心里边也感觉亏欠孩子这个童年。其实我这个当妈妈的也很心寒，但是没有办法。有时候很矛盾，我是能理解你的，但是站在孩子的角度，我倒真的是佩服汪医生，他怎么能够坚持得过来4岁半到现在，这些生活，你觉得到今天为止，汪医生，你站在台上，你这样的表现出来的这些戏曲的能力，你觉得你付出的这些值得吗？医生，我觉得我自己付出的一些值得，值得，你觉得值得就好，好吗？我们掌声给以真，给他的妈妈，好吗？好，谢谢大家，谢谢。这是现在学戏人的一段小故事，我们拿到舞台上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告诉大家的是，要在舞台上拿一点成绩出来给大家看是不容易的，尤其是戏曲人。哎呀，我心里特别的难受。淮阳县那个地方，在我们河南来说是个贫困县，但是他那有个学校。这个孩子呢，我想想在那里那个条件，我可以想象到。我再说说这个小老师王老师，今天你唱那个诸葛亮，我非常感动。刚才几个评委都在议论，河南呢豫剧、曲剧、乐调，沈凤梅老师是个女的，唱诸葛亮。活诸葛，周总理说活诸葛，后来他的徒弟沈小梅，今天我又看到了一个小小的沈小梅，小小的沈凤梅，你唱的正好。孩子8岁的孩子，他的声音那么浑厚，那么宽，并且里边夹着花白，带着唱，还带着染口，一般的孩子带着染口唱不成的。另外还穿那个2寸半的高底靴，身上非常稳健。这个诸葛亮啊，身上不能乱动，他的扇子一举一动我感觉非常规范，是老师教的好，更重要是孩子用心呐。你这个4岁都到了淮阳，很值啊，孩子。通过今天你的赛，我感觉将来咱的乐调有了继承人，有了传承人，祝贺你，谢谢老师。这个孩子天赋条件非常好，声音很宽厚啊，他不是那个小孩子的声音。我觉得对于今天的表演来说，对于这个年龄来说无可挑剔，已经非常非常好了。其实我特别想跟孩子妈妈说，学戏培养孩子肯定是没有错误的，但是我觉得要给他一些童年，因为童年过去了就没有了。有的时候童年留下了很多的阴影，是长大了我们用嘴说不出来的，只有在记忆里跟心里，这会有很大的一个伤痕。多陪他也是给他学习的一种动力，我觉得啊，就唯一这一点，好不好？谢谢老师。陈一这样，我没想到你小小年纪为了唱戏付出这么多，我只想说你可以快乐健康的好好的去生活去学习。你刚才一上台呀，虽然才八岁，但是给我们感觉到真的就是个诸葛亮，就是个军师，那个排兵布阵的那个感觉，教人家怎么样去抓人，怎么样去收他，就是那个只许败不许胜，那个气势非常的好，又稳重，说明你这几年学习没有白学。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我想问一下三位老师，还需要看孩子的才艺表演吗？不需要了，对吗？因为他够优秀。三位老师请亮灯。一切通过，谢谢。这也是给孩子最大的鼓励，3年多的戏校没有白上，对，付出的努力没有白费啊。对，但是还是希望妈妈能够多给孩子更多的爱啊。会的，谢谢老师，谢谢。谢谢孩子，恭喜你成功了，来。谢谢，恭喜王一真。